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那么上次讲这个十普的菩萨啊，十普的菩萨从福说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，净德妙光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那么净德在法华经里头叫净德妙光，其他的经也都这样说，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。嗯，因为前头列的没有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与普贤共为十普。现在说普贤别说，别说不是普贤菩萨了，不是普贤菩萨了，是十菩萨，十普菩萨。把普贤菩萨分为十种说，表示圆满具足。那么我们上午讲到这个第五个十普当中的第五个，普音功德床，普音功德床，他在这一切法会当中，就在这道场当中，他所示现的庄严门，十普菩萨第五个菩萨。对，但是这十个菩萨为首者是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讲的是普音功德床，记着上午啊，记着上午所讲的。这个在我们讲的时候，在佛的经上，在这个文字上的说是有次序的，一个一个菩萨佛的，在这个普贤那个法会当中，在这个法会当中，他都是顿的，但你不能顿说了，他一位一位说了。这在这个四陀林的法会啊，这个是如来四陀林的法会当中，他是顿现的，那些菩萨也是顿现的，顿现是同时显现，没有前后的次第的，满一会都入室，没事，会会都是顿现的。但是啊，我们在这个行部当中，得有个入门呢，得有个次第啊，所以在行部当中，这样来分别显现。这个显现呢是有次第的，是有次第的。每一个法会都入事，因为这前者是在续分呢，这都在续说。就像我们现在来这时候的，你进入这个法会当中，有这个部的、那个部的、净土部的、华严部的，或者戒律部的，各个部的不同。但你到这个会当中，它是顿说的、顿现的、顿入的。咱们这个行动呢是行部的，我懂得华严的意思了。现在
咱是讲入普贤菩萨境界了。普贤菩萨境界都是顿现的，十不菩萨也没有前后次第的，顿眼顿现的。像普印功德海，那我们就说这名字了，菩萨摩诃萨，他们示现的是呢佛的庄严，佛土的庄严，佛土的庄严是依报正报所依的庄严。完了在他所依的土所依的庄严，而正报依报也是同时具现的。那么讲说的时候，依着文字时候，依着解说时候，它有前后次第的。咱也不能顿眼，也不能顿悟。要理解华严的意思，在华严经是顿现顿眼的。那么这是十位菩萨呢，他们所得的法门，每人得的法门呢，从法门说各个不同，各个不同。从整体来说，同时入法界，同时入法界的，他是顿现一切的净佛果道。每个菩萨所在的化的化度众生的处所，清净的，清净的，无染的，普自光照如来境界的菩萨摩诃萨，他得随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。这是一句话啊，如来观察甚深法界藏，那这是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，随顺佛，随之如来，也能够进入，也能演说，也能立众生，叫什么呢？观察的甚深广大法界藏，藏是含藏意，含藏意，含藏什么呢？说如来甚深法，你这甚深法呀，化导一些众生，就含藏这些人。如来的境界，这个十菩菩萨每位所说的都是如来的境界，各得一门，各得一门。普自光照如来境界菩萨摩诃萨，普自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，他随顺如来，随顺佛，观察一切甚深的法。就重复啊，重复再说一句，藏是含藏这个广大甚深法，在广大甚深法是如来观察的，如来观察的。那么智光菩萨他能够随顺如来，随诸如来也能入是观察。凡是说藏的而后加个藏字的都是说含藏，含摄，含摄着一切的诸法，这么个含义。普自光照如来境界菩萨摩诃萨，他随顺甚深观察这个法藏，这个法藏就含藏着佛的法身，法界含说无尽，这叫藏。藏所含藏什么呢？是观佛的法界的身。这个大家观察佛的法界身呐，法界身云，法界是体法了，体法了，体法是无相的，无相的，
无相的观察佛的法界身呢、啊？无相是无所不相的，他没有分际的，就是佛的每一个毛孔都没有分际的。举佛一个毛孔，一毛，一毛就是整个的全体的法界，身上的一毛就具足了一切，一一毛都入色，一一知觉，一六根，一知分，所以佛的这个所有的法身的境界相，这是随顺如来观察的。普觉越一生，菩萨摩诃萨，他亲近成寺如来，诸佛供养藏。以前的诸位菩萨都没加这些个，而后的菩萨都加一个藏。凡是加藏的，就包含前头这个所说的一切法，一切法。是吧？普觉越一生菩萨，他亲近成寺了一切诸佛，供养了一切诸佛，所得的这个解脱门，就是佛往昔行因的时候，佛没成佛果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供养一切诸佛，诸佛供养好多呢，无穷无尽的，说一可以，说无量也可以，感到他感成佛果了，所以感众望所归了啊，众望所归，说一切的这个菩萨啊，归依于佛，随佛弘法，普清净无尽福微光。菩萨摩诃萨，他得出生一切神变广大加持，出生是佛，出生一切的神变，加持一些众生，而无障碍的就叫解脱，得这样解脱门，就是普清净无尽福。微光菩萨福地微光，能出生了一切神变广大加持，福力加持，能出生一些神变，神变就神通了，妙用了，神通妙用就指着化解化度众生的时候，加持众生的时候，普宝及华藏菩萨摩诃萨得入一切世间行，出生菩萨无边的行门解脱门，一切世间所有能利益众生的，世间所有利益众生的什么呢？一切的行为都是菩萨行，这个就没有这样分别了，什么言法，什么是净法，什么是菩萨法，什么是声闻法，什么是众生法，一切无分别，没有分别，所以这个福的微光呢，